主料：海兔500克，蒜蓉酱一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辣椒6个，味精、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海兔去眼睛去嘴洗净后备用，水开后入海兔焯半分钟即可，焯好后入凉水中清洗干净，控干水分，几度入油，爆香小红辣椒后放入葱段翻炒，入海兔翻炒，加入适量的蒜蓉酱来翻炒，速度要快，因为之前海兔已经焯过了，熟了，加味精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焯海兔的水一定要沸腾，焯的时间不要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